年来最精致、最诚恳、阵容最坚强的八谍档连续剧《牵手出头天》，是描写民国四十年到民国八十三年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一群可敬可佩人物的奋斗史。《牵手出头天》充满了最真诚、窝心的欢笑。新年到，新年到，好穿新衣，戴新帽，早晨睡懒觉。何台生是外省人，他不是台湾人，他说的懒觉跟你们说的懒觉不一样啊。那为什么外省人的懒觉就跟我们台湾人的懒觉不一样呢？牵手出头天充满了最感人肺腑的剧情。依照离婚协议，我们的子女男的归我抚养，女的归你抚养，虽然夫妻没有夫妻名分，我还是希望你跟四个女儿多多保重。妈，妈真的不要我们了，妈妈。由张晨光、陈美凤、林瑞阳、曾华倩、邝明杰、李天禄、崔佩仪、翁家明及数十位巨星联合主演。欣赏《牵手出头天》时，别忘了牵着您家人的小手，牵手出头天。
里一定很好玩，一定很热闹，对不对？嗯，是啊。林娟，我们这趟来台北学做头发，不管怎么样，再苦我们也要撑下去哦。等我们当了设计师以后，再光荣的回去。嗯，姐，我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等你正式升为设计师啊，我要挣好多钱，然后帮你开家美容院。什么帮我啊？是我们一起当设计师，一起开店。好啊，姐，那以后我们的那家店名就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欢迎光临，小姐。小姐，请问要喝什么？喝茶。请问小姐这边有没有洗发精？没有。小姐贵姓？黄。谢谢。把这透明手套戴上，手就不会继续发了，很有效的。可是，万一给店长发现怎么办？那你是手要继续烂呢，还是给店长骂？你自己选择好了。嗯，谢谢你，秀福姐。秀福，拿下。哦，马上来。店长叫我，我先出去了。谢谢你。嗯。最近投资的股票怎么样啊？嗯，还不错。哎，快给周小姐洗头。好。小姐，我已经很用力了，你。哎，
到底会不会洗头发啊？我叫你抓这边，你抓那边，你一点也不用心哎，真的是啊。小姐，你指的地方我已经抓过了。哎，什么态度嘛？不然你想怎么样嘛？哎，想干什么啊？哎，我是客人哎，我花钱是来享受的，我还在这边受你的气啊。小姐，店长，小姐，过来，对不起了。你看这什么态度嘛？我要换一个小妹洗啊。林店长，你怎么不好好招待客人，把周小姐给得罪了？店长，不是啊，根本就你看。他又这种态度，跟你做错了还行，不要生气。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妹她不懂事，我来帮你服务啦。刚来的你就原谅她吧，人大人态度嘛，不是小人过嘛，宰相肚里可撑船。小姐，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好了，算了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啊。店长，我问你。你到底有没有心想把美表技术学好？当然有啊，不然我干嘛来台北？好，既然你想学好，你就给我从头好好开始学。你才刚来几天，受不了苦，戴手套洗头。我问你，你这样可以帮客人的头洗好吗？店长，这是我的。还有，周小姐是我们的老顾客，你怎么可以得罪她呢？明明就是她不对嘛，一下要我抓这，一下要我抓那的，我对照她一直做，她还不满意，怎么可以怪我嘞？他是嫌你戴手套烧不到痒处，你就脱下手套帮他多抓几下不就好了吗？我告诉你过多少遍了，我们从事的是服务业，客人进来花钱就是要享受的，就算客人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我们一定要忍耐下来，千万不能得罪他呀。你看你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你这么不敬业的小妹。店长，真对不起啊，我妹她不懂事，请你原谅。店长，刚才对不起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我说你是为了你好，做学徒的吃不了苦，又怎么能够学得成手艺呢？好了，今天就算了，晚上轮到你们两个整理内务，认真一点，知道吗？是店长。是店长。姐，今天没有轮到你整理内务，怎么好意思要你帮忙啊？哎呦，林娟是因为我才挨店长的骂嘛，我来帮忙是应该的。秀荣姐，你来这里做多久了？找你们3个月。那你已经很会设计发型喽？还没有呢，店长一直叫我们洗头，比我早来的那些学姐啊，已经1年多了，还是照样洗头啊。秀荣姐。那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要当这件事要等很久了？不晓得。林娟，别急啦，我慢慢来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当成设计师。哎，你们有这个决心啊，我可是没有信心啊。我觉得做这一行太苦太累了，又没有前途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跟店长辞职。秀茹姐，你不想做了？对啊，我明天一早就去跟他辞职。你真的决定了？是啊。秀茹姐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要帮我们弄了，你赶快回宿舍整理一下，明天一大早你还要忙嘞。哎呦，没关系，不差那一点时间啦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两个可以做。你先回去好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地拖一拖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可是，姐，林娟，你不要受秀茹的影响，好不好？
是不是手痛？手痛姐来拖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姐，你的手还不是一样痛？我跟你一块坐吧。